那你应该就说你再滑一趟，刚刚你应该自己在。刚刚你在去上滑之前，录完要收起来的时候，我就把 GoPro 抄下，因为我发现实在是很松。嗯。然后我就录雪板在雪里的样子。嗯。对啊，蛮深的啦。好，所以这套在我帮你录完就准备回家了吗？好，可以吗？好，现在几点了？就3:50啦。五十哦。对啊。那就直接回家好了。因为第一次跟第二次我应该姿势也差不多。不要，我就帮你录一次啊，公平啊，不管，我要帮你录一次。好好。哎，你要看着我下去啊，这样也是帮我看。有啊，我有看着你下去啊。哇。我有啊，所以我才这种心理没有办法做我平常那种大缓坡的时候做那种扭来扭去扭来扭去向前的那种。你有这样做吗？没有啊，我说心理上没有办法。你会扭来扭去过吗？没有过，没有事欸，会怕、啊。我是说大缓坡你有扭来扭去啊？对啊，大缓坡我不是都用脚吗？我的身体整个是向前的。我大缓坡的时候我只有动脚啊。哦。你的意思是说只用脚转弯这样？对啊。哦。似乎心理上过不了，太陡了。鸟在飞，无声的飞行，还在飞，两只哦，两只以上。在纠缠吗？三。打架吗？有叫声。就来玩。来，我看看，一人一天6500。一餐2600好了，2000有2200、2700、3000的，对啊，我就说2600好了，6500加2600，8000有9000有，对，然后这里就非得行晚餐，但是来这来了之后再定定，你的温泉街也不知道是怎样。也没有啊，礼拜五晚上你可以去啊，但是我不想去。我们都订好了，也没有要出去，懒得要爬上来，好累哦。啊，太累了。是啊，他可以来站你，你跟他讲你在哪边，晚上他来站你。但是温泉街好像没有好叫，有好吃到时候一定要在那里。其实啊，我看那个网页介绍，他都是介绍说中午去吃。哼。对啊。啊，所以我们也没吃到啊。都是中午去吃的店，有一些说什么哦，最近很厉害的，很厉害 的什么，很厉害的什么 pancake 还是什么之类的 ，pancake 也还好。但是所谓厉害，会不会只是因为它新奇？嗯。上来都几点了？你要4点就停。4:20，对。哦，好好好，那就。我先下吧，慢点录。哦，今天又是三型牛哎，好吃哎。对啊，今天又轮到三型牛了啊，明天就是那个味噌猪锅。味噌猪。应该也是那个肉三片。换个汤而已。但
是吃了汤可以喝，但是汤很油哎、欸。看着我。不知道哎、欸，心里过不去，没办法，把它当成平的直接下、欸。好嘞，我试试看，我可能会跌很惨。速度不要太快。哦，你要来撞我了、哦？没有啊，我刚睡远一点。对呀、啊，你是没在。那一块很松，那一块不大能乱走。还有就是，你有看到我飞起来吗？啊？你有看到我飞起来吗？有，其实有。啊？想要下，但是就没有办法，因为地太不平了，会飞起来。哦，这样子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就是预先看前面的地形。等到它浮起来的地方来转弯，你就不会飞起来。但是浮起来的地方你不转弯，你硬要过才转，那会飞起来。嗯。跟馒头有点像。嗯。然后等下出发的话可以勾破朝下。夺下。夺下。看得到它的线。这样吗？我看不到他、啊。你要看到他那个正方形。不可能，我看不到。要哎、欸，这样根本就是看着我的，好不好？我的不是这样。看得到。我的看不到。你的血径那么低啊、哦？对，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这样会太低吗？好了，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好，走吧，先吧。这是啾啾的低沉的you
谢你。点了还关掉，好。刚不是屋子上都有灯吗？招客用。然后现在刚好六点。我进去要刚好在打扫。下午4点。也没人了，我就说我上厕所。可以的，那边先抽一个。下午四点，对啊，关灯了。它有进入隐形模式。风很大，雪又很大的状况下，它就是个隐形的。不过那是以前没有 Google 的时候吧，你都找不到它啊。对啊，其实就跟说在这个缆车这个号的缆车的后面就很好找了啊。是啊，但是有怎么会预期，因为缆车那边又有个栏杆，心里就会觉得说那里就是个死路了，谁会预料到后面还要推一推。我觉得我头发好像散掉了。不见了吗？不知道，我觉得我头发好像散成一团。你很扁啊。对，好像散成一团。你后面没有一个凸起来的东西啊。我后来认真思考了，我本来不是有提议说明天从上智台出发吗？嗯。后来我觉得不要。嗯。从上智台出发。嗯。最后，嗯，还是得坐这个缆车上去，然后片背那边。哎、欸，他们还在玩呢、欸，那两只还在扭，还有他这边在那叫，这下面这边这边，前面，嗯、那两只还在、嗯，而且还在叫，叫他们努力的推，推上去之后，树冰岩后半段推的路还是要推，我觉得还是多推位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啊，唯一 OK 的路就是，坐到树山顶啊。反正那一段一样要推，那就推嘛。你说坐到山顶，就是山顶啊？对啊，就一样都不会坐去山顶啊，就这样，最直接啦。哦。对啊，其他的方法还要等缆车开啊，什么有的没的。哦，因为它是开最早的。啊，就滑下来就好了。就算左边开很早好了，但是中间这个过程还是避不了那一推，那不如就坐最早的，就推那一下，推树冰岩，奇迹棒棒之前那段路。推一下，嗯，那叫奇迹棒棒之类可以吗？讲速冰原听不懂。好了，回家之路。对啊，4点了，该回家了吧？是啊。今天还算晚，不过其实回家只要10分钟。就再模拟一次吗？可以啊，其实刚刚是4点整坐上这个缆车，所以现在看我们到底坐上这个缆车开始要花多久才能到。其实中间最久的就是那推推啊，现在加上坐缆车跟推这段的时间，我估计10分钟吧。这么快吗？10分钟加7分钟，加上回到旅馆10分钟，大概27分钟。所以我们4点半以前会到。我好，已经算晚的了吧？
这么多，就斜切过来就好啦。不下来了。
镜头往下。见了吗？之前这里不是有个车子的道吗？哼，我是说那个比较有压过雪的感觉。这里吧。对啊。哎，我看到了。羽毛盖住了，好远，雪的一样。雪好厚。走喽。没有得冲。等那么久了，嗯，对，我就还是通道一样的地方，我就没有什么在前进啊。你看左边，嗯，欸，他们每天都要撞这墙壁耶！啊，好惨了！哎，好惨了，在那边散步，但是我上不去。爬不上去啊！爬不上去，一只脚上不去。我觉得留在这个高的地方，我要冲进去了。哎呀！你小心哦，滑进来比较顺。好彩的，拉不到我。こんにちは。Hello。お留守番ですか？ワンちゃんは。ワンちゃんはお留守番。朝は、おしっこ終わりすぐ帰ります。でも今帰りたくないです。そうなのね。あや。コリを食べますか？ユキ大好きなんです。はい。他眼睛怎么红红的？啊，不知道。放他不想进去。你弄啊，你先弄啊，他得吃。哎，
他不想回来。可能有人在回复，是不可能摔下去的。嗯，好，我们再摸，又摸它了。好、好用拍的。摇一摇的。还没。还好。好像刚刚那个最上面卡了一些。我擦，好吧。哎呦，不能戴手套，好冰哦！我的妈呀！因为我刚摸了它，一个小时。嗯？那我们今天碰到早上碰到它，下午也碰到它。早上发尿尿时间，现在也是尿尿，也是不肯，这反而不肯回家。那我刚故意看这里。